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木木。今天我自己一个人开场，好爽，旁边都没有人。今天我们来到那个信祥车业，我今天有个惊喜要给校长，就是他这台小阿鲁啊，不是就是车祸嘛，然后撞坏了，然后超级人的校长又对我很好，所以呢，我今天决定了。噔噔噔噔，这个行车记录器 CP 值超高的，然后我买就是这个要给我的校长爸爸，然后让他有行车记录器可以抓犯人，撞他的直接关这样。他先撞人，他就压了，那就算了，他自己回去纪念一下。所以我们等一下请信祥车的老板叫我装这个行车记录器，够哦。他感觉很年轻呢，高中生嘛，小鲜肉。叔叔，就是那个黏黏的那个叔叔。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吗？对，黏黏叫叔叔。那个是香港话。哦，真假的？那是香港的。你好啊，你听有无？我觉得你适合断水的部分。他们都欺负我啦，气死我了！全部都要猜吗？不一定要全猜，我要走的最末尾，我要猜。装在这里可以吗？不行的。刚好一个洞卡在这里。它这种是粘贴式的那种。哦。对，然后两颗螺丝固定。你就装这里，然后我就诬赖是他装。反正他到时候看到傻眼，也没办法说什么。已经装了，就这样吧。就这样。不是饮水机啊。他说叫你去装水。哦，你要拆东西了？耶、yeah, ，真的。你有三颗螺丝可以拆，不用再端茶。哎、欸，你要教我怎么拆啊？就转啊！哎、欸，这超紧的。对对对对对，行不行啊？不行，它会断掉。我觉得不会断呐、啊。往哪边？拉起来，这样你可以这样子拆它。这样哦。对，就你教它一下，就用力一下。哦，打开了，碎碎碎。你松了之后再，再用这个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对。老板，我可以上班了吗？没有，不行。计算一下，他拆一颗螺丝需要花多久时间？就等下那颗就滑牙。一般你们都拆很快吗？废话。你看一颗解决了，然后这一颗吗？这边的。那我先拆这里的。你看多么轻松啊！对你，哎，它这个壳都裂掉了嘞，你刚弄裂的吼。最好是啊。哎、欸，不错呢，你会拆螺丝呢，这么基本谁不会？你刚一开始就转不开，那个太紧了，跟我一样紧，跟我一样紧，没有啊，哎，头脑紧实啊，好了，好了，其实你应该比较秀吧，秀吧不是息肉吗？受伤完长肉。哦，我想说一般的黑手都会不戴手套，没有，现在都会戴，为什么？都有戴，因为那个对手的伤害其实是有的。可是男人手越黑越帅，看人家自己的事。我没有黑也蛮帅的。我在你旁边会不会很定位啊？有镜头在不好说。对。你不觉得行车记录器有点复杂吗？就是很复杂，线超多，然后哪一条要接哪一条都会觉得有点搞不大清楚。我一直以为走就一条线，然后放上去就好了。很复杂的。我以为跟你感情一样简单。经过了两个小时之后，行车记录器好像还是没有装好，所以我们决定就是请技师帮我们装，以加快速度。又多了一个技师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完成。你睡了一觉，对不对？没有。打开了，打开了。启动了，启动了。可以呀、啊，满满的线。装这个看起来就很难吗？对啊，一看就很难。对，觉得很厉害吧？你是不是快睡着了？没有，刚睡过。主要是把线藏起来。应该说把线走好。就你有煮过电脑？没有，我怎么可能会煮过？我有煮过面线。哦，你又有功能的呢。好棒哦！人肉支架，看起来已经差不多了。嗯，差不多了。对，然后我们礼拜天的话，就要请信祥老板再去 K1 给他。
然后我现场再跟他说是你要送他，你不能说是你送的，我是全能天才，烦死了。烧鸡人三月又有全能的天才推出全新的贴纸啦，基础改 EX， 想改车又不想太张扬，那就来一张基础改，跟不到不要勉强，还有硬是要跟，一个想海一个想尾，你们随意啦。老车不死，配合我们老车新式企划所推出的 Old Bike Never Die， 忘了说还有全新的超级人贴纸组合包，同样上架虾皮，一大包只有380 OK Mark 免运，保证超划算的。最后是我们的赖贴图，赖贴图小铺热卖中啊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来去 K1 赛车场喽！耶、yeah, oh. 嗯！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超级人。哎，我们又来到赛车场了。对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听说接下来好像三个礼拜都会出现在赛车场哦。好，我想起来啦，我们要比赛嘛，27号了。对 ，TMRC 又开始了，2021年的第一站。我们这次报了好多人哦，超多，我们带了一整班的人去。哈哥说我们什么？少林足球。我们有那么强吗？我觉得少林足球是很强。前半段呢、啊，收集扑龙拱的时候很像。对，反正今天就是带我们车手练车的行程，就是为了接下来的比赛啊、活动啊什么的。我的小阿鲁就是又去信箱，又弄了一大堆543哦。讲到这一个，之前什么刹车坏掉啊什么的，所以今天他又重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。但讲到这个，我们今天要给你一个惊喜。傻小，我从头到尾只负责把我的小阿鲁就是送去信箱，然后我就不知道他会怎样，都是你在 follow 的嘛。我带你去看一下。好，觉得很惊悚。阿成把他牵过来。这是怎样？就大灯也拆掉了。大灯呢？拆掉了。哇 ，Brembo 哎、欸。然后碟盘也换了。碟盘也换了，油管也换了，所以 ABS 就是废掉了嘛，对不对？听说是啦。好，那天我拆了一堆废料，我都把它丢了。哦哟，这啥小？行车记录器。哦，还有这个。对。是哦，为什么要装行车记录器？因为有鉴于你上次有没有？我干嘛？对，上次在回家路上不是又压到人吗？对，然后那时候我就问你说，有没有拍下来？对，我就觉得没有拍到，蛮可惜的。为此呢，希望你可以收集更多的三宝的那个。但我要跟你说，这是木木送你的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跟他讲的啦。好感动啊！对对对，就是 CP 值高，哎，适合通勤组装的，因为它的线的接头全部都是金属接头，嗯，防水性很好，嗯，这是飞乐的吗？飞乐的啊，它的这个镜头呢？对，用的不错。然后它的记录是 TS 马流，也是现在主流的。就是说，如果你发生，就是你又压到人的话，就是比较不怕断档的问题。对对对，它可以档案还是会好好的记录在上面，是没有问题的。啊，所以它电源接来直接电瓶吗？会不会还有没电？我看它是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弄，因为是木木装的啦。这很贵吗？就5000多、啊。以一个双镜头，然后里面还有主机带萤幕。双镜头1080。嗯，带萤幕哦。好，我煮过面线。
大家好，我们骑完了，已经弄完刹车的小阿鲁，但是这个人，怎样啊，花小？累屁！怎么车这么累？你不觉得刹车用一用有好一点吗？有啊，快一点。有快一点？快一点。你今天比上次骑我车快多少？应该0.8。就只是弄个刹车，对啊，就没有想要再，而且你那胎越来越烂，轮胎本来就是会，我觉得如果轮胎换全新的，我觉得应该可以快不止0.8，怎样？总泵改了对不对？总泵好，所以改，然后碟盘也改了对不对？对，来令片也换了对不对？对，那个油管也换了对不对？对，跟你讲卡钳要换，我也觉得，因为我觉得还是需要施加不少力量在。按刹车这件事情上，应该说骑在路上就很明显的有感嘛，只是在赛车场就是比较紧绷的使用的时候，我觉得它还是有一点，就你觉得它好像会刹停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却没有，是变成说你要再多刹更大力，然后用手去撑住，干那超累。而且扣更大力的时候，我觉得啦，原厂卡钳就是夹住的力道，它有一点，就是有一点震动的感覺，一点点。对啊，比换之前好多了啦。我换之前还有那个 ABS 油管太短的问题。你在干嘛？摸我的新猫猫啊，摸奇怪的东西。新猫猫好滑嘞 ，Nolan 803中古的，是不是？对啊，跟你之前 X Light 是不是很像？同一排的啊。他们到底是什么姻亲关系？表兄弟到天边。对啊，福原爱。那我们也不好说他到底对错了，所以你就跳过。对，感觉那个只是出来压制某一个政经议题的八卦花边而已。辛苦他们了啊，加油，小爱小杰。就是啊，我前几天发狠把我的旧装备全卖了，你知道你猜卖多少吗？多少钱？6000，帽子、手套、跟皮衣还有靴子。你那些破烂还可以卖6000？有人买秒杀哎，真的假的？靴子是 Dennis 的，我要讲一下靴子的历史。靴子是我的老婆送我的生日礼物啊，但是是我出钱，就跟我的手套一样啊。讲完了，哦，结束了。等下去看一下我的刹车。好啊，好啊，等一下再扶我，我站不起来。该被扒的时候还不是被扒，哈哈哈哈哈哈。你刚追到阿三吗？当然追不到啊，直接被海甲的好吧。这个人就是哦，他不管怎样，就是他只要能扒到人，他就会觉得很开心。他这次刹车帮我选一个国产的牌子，叫龙峰，然后英文叫 Double D， 油管、来令片，还有碟盘都是。对啊，它碟盘是浮动的，是吧？对啊，小阿鲁因为原厂轮框很奇怪，所以它的固定点在这里，然后浮动扣在这里。它的碟盘有一个厉害的地方，里面有一个洞，这个侧面有勾哎，好，现在我们国产的也可以做到这样了。后面碟盘其实也有换，对，它也是散热很快，对，这个面是有勾的。就这样吧，我们期待一下，跟大家分享我们这次小阿鲁自从上次骑了皇后大大就是刹车，他说我们最该改的就是刹车，因为你的前叉支撑性这么好，觉得它就是技术的摇篮。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。我知道你心心念念你的星星车，那个450的滑胎车，老师的真爱。对啊，这个人就是那很像吸大麻哎，我是没吸过，但是就是被形容的好像只要弄一下就会觉得很爽，然后很久没弄就会觉得有点，就是会上瘾。就是这车啊，就不会骑。讲那么多废话了，我只是想说。
没那么简，没那么简单。嗯，没那么简单。对。结论是什么？结论就是，我觉得还要调，对，还要再改，还蛮麻烦的。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试的标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真的吗？因为不，因为你这个就是会靠车强，车有弄好，你就会快。对对对对对对。然后像我呢，就是那种你会一直去补它，对，一直用人体去弥补它。我这个人怎样？就是靠车强。对啊，然后车不强就。等一下，车强就是这样。这次应该会有行车记录器的画面，到时候再给大家看看那个画面，就放在片尾啦。你们喜欢就去看。你们自己挑的、喔，你跟木木挑的是不是？还是他自己挑的、啊？我也其实没看过那个画面，我就叫他买那个，因为他便宜，他只有那个，他还买得起。我们下次见。然后是直接不结尾就走掉的。你们的支持与鼓励是我持续动力。我们啊啊什么？止水啦、啊。